想见杜侍郎，樊锦通禀。杜侍郎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张禄正在吗？杜恒在吗？张尚书正在休沐，杜侍郎马上到步。阁下，站住！阁下，可否报小女转告杜侍郎，华天陆英家眷有要事面见。陆英，关在里面的陆文普是你什么人？是小女兄长。他是钦犯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女兄长绝不会作奸犯科，他一定是被诬陷的。诬陷？令尊就算现在在京，大概都不敢打这样的保票吧。回去吧，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阁下，不用理由就会相信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，阁下难道没有吗？我还真没有。因为阁下既有理由，也有力量。不是吗？提出来。是。不要。阿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哥哥，你就都说了吧。是卢尚书给你的题。咦，殿下在里头吗？爹爹是卢尚书的门生，卢尚书想让哥哥上榜，所以才事先把题给了哥哥。阿西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就算不是，全天下的人也都会这么去看的。你是怎么也洗不清了？可这位大人答应了，只要说出卢尚书，就能给你减刑的。在下不知道阁下到底是何人，但是请阁下死了这条心。暗示亏心，临难狗免的无耻之人，我们陆家没有。这位大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有，清者自清。阿西，你赶紧回家去。如果再从你的嘴里说出卢尚书的尊讳来，你这一世都不要认我这个兄长。哥哥。不是我，是这位大人，拿人家的宝贝妹妹来诓口供，未免也太下作了吧？是他让我那样说，才肯放我进来的。哎呀，就算是我舞弊，他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嘉义伯都到了这里了，你还要跟我逞口舌之快吗？你又是什么人？玄字二号，越州人，23岁，为科考舞弊一事，贡员，许昌平。刚才不算拘验，不过马上就是了。院衙内这一身骨头，能跟刚才的嘴一样硬。都提出去。是。来真的。哥哥。阿西，哥哥，快点回去。我不怕，我也要去。阁下想干什么？我要干的事情，女孩子还是不要干。秦恩允，皇太子殿下。
殿下，李重奎是个油盐不进的人，从来只对陛下服从。贡院现在围得跟铁桶一样，臣去试过，半点消息也透不出来。这几个人里头，总有人知道些什么吧？加一波就不用了吧？陛下亲居可比这酷烈多了，到时候他忍不住，攀扯出一句不应该说的话，那就不光是皮肉受苦的事情了。杜十郎是行家，亲自去吧。臣遵旨。要等等才会有结论，陆姑娘，你先坐吧。还有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？殿下刚到刑部的时候，跟随殿下那几个人骑的马，虽然叫长马稍矮，但马速极快，破停之后不会嘶鸣震蹄，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。而且，马的身后还有印记，所以这不是长马，是军马。京中这个年纪可以调度亲军的只有皇太子殿下。是我的东宫卫。一个姑娘家在这上头还有些研究。家父调职前是查马御史，且略知一二。殿下，他们招了，带上来。哥哥，不是哥哥。屋里头还带什么木犁呀？既然害怕，就不要逞强。不是害怕，殿下毕竟是外男。殿下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既然要搞我，为什么一开始要收我的钱？大人，盒子里面还有银子。弟子27号，请。去通报考官，这个人夹带舞弊，引他们搜全场的人是你吧？是中书令让小人先放进考场，再举报。小人只是奉命行事。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二位大人，考场发现有人私藏夹带。夹带？是。把所有考生都叫出来，重新搜查。李百洲。饶命！殿下。殿下，就算知道是中书令栽的赃，但这也不是证据。毕竟只关系到夹带和搜查。我知道，顾卢二人和我和卢尚书关系太亲近，世人看来
就是卢尚书透给他们的题吧。臣在刑部多年，自知证人有罪容易，但要想自证无罪，难如登天。知道试题的只有中书令和卢尚书，如果不能证实是谁写的题，两位考官和所有涉嫌之人还是要一道火刑的。李百洲的为人我清楚，就算是为了齐王，他也不可能从警救人，他肯定早就有了脱身之道，把罪名单推给卢尚书。必须在朝廷之前把原件取回来。殿下，他住的地方离妾家不远，妾会骑马。你懂什么？叫东宫卫去。遵旨。那些粗蠢的事让他们去办就好了。陆姑娘，有一件精细事只有女孩子能去，你会骑马对吧？小人有事要见齐王妃。稍等。脾气不好，心急嘴快，发髻很高，就是齐王妃。别怕，她为人不算聪明。小人是登华宫的宫女，你来有什么事？东宫卫前去堵截试题原件，大王去晚了一步。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？所幸大王侍卫奋力夺回，怕东宫再添武力，大王让小人先携回，交给王妃收存。事关中书令安危，除了朝廷来人，王妃一定要收存好，绝不要示人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怎么样，我的大嫂齐王妃。发髻确实高。他问妾叫什么名字？你怎么说？妾说，小人叫文静，是妾弟弟的名字。陆御史好像也不是面子上这么古板，文朴文静。我听你哥哥叫你的小名叫做文熙，往日之熙吧？是。殿下，回家之前，妾还能再见哥哥一面吗？他好好的，没有挨打。走吧。哎呀！哥哥，我是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哥哥没事。我哎呀！哥哥没事。这位妹妹，尊兄是从头至尾一点伤都没受，被打的人是我。你自己讨打，怪得了谁啊？阿西，这位阁下到底是？哎呀，不都说状元与你是探囊取物吗？哈，哎呀，连你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你什么人啊？他是太太学生。哦，哈，同学同道，哈哈。哎，你不是也来瞧热闹的吗？啊，对，我也是来看热闹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陆兄，你说你啊，这要是没有了你，
今年的榜首就非我莫属了。你爹当御史中丞又能怎么样？不都是一样，还得蹲到这里？御题买题都是要刘佩掉脑袋的。家兄不是那样的人，张公子慎言。哦，这就是令妹，未来的太子妃。小云，你敢？都到我家地面了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哼！哎，哎，哎，你敢打我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他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有其弟必有其姐，还好我没答应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你说我，你还说我姐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京城里边都知道，你说我不行，说我姐就更不行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。陛下有旨，陛下让嘉义伯杜公。杜侍郎，陛下有何旨意？陛下让嘉义伯先回去养伤，结案之前不要随意走动。哎，那我衙内你杜侍郎，先把这个东西带回去，就说是我说的，让张尚书好好管教一下。哎，你说我是东西？哎，杜公，我问你，他是什么人啊？衙内啊，你来，大人知道不知道？知道啊，我刚跟我爹说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可别闹大了。哎，你就别让我出去说啊，我都跟他说过了。哎，感谢阁下的出手相救，不过能不能请阁下高抬贵手，把手从舍妹身上拿开？殿下，你哥哥再录几句口供也会放回去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是。要我派人送你回去吗？妾会骑马。
因为是外男吗？跑了一天，妾的胭脂都已经花了。这边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洛英家里怎么养出个这么胆大的姑娘来？以后少不了要惹事。哥哥，今天开榜，听说女眷们都会去看，我也想去。我也想去。不许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经理不比地方，你一个女孩子瞎跑什么呀？再说了，爹爹过两天就回来了。他要知道你在刑部的事，看他怎么骂你。爹爹才不会骂我呢。我不是女孩子，我可以去吗？来，嗯。对了，阿西，那天跟你待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说了我不知道。你今天这么着急想出去，莫非……哎呀，哥哥乱说什么？哎，这样，你和姐姐在家待着。哥哥给你们俩买糖吃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吃这个了，我要吃糖。嗯，我还没吃完呢，阿西。阿西，姐，阿西，你等等我。殿下当真不去？不去。那臣就只好找陆文捧一道去了。真可惜呀，这京中的女眷都会去看榜，家眷就更会去了吧。这么热闹的事情，等等。不是，我说的是他的那个，那个。他妹妹啊，没来啊？那你大早上让我过来干嘛？我打听了，他说他妹妹今天有别的事情。你在看我上榜吗？顾逢恩，我不是你看我上榜不行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抽死你！我站住！偏不！简直岂有此理！他就是个白痴，信口乱说，殿下跟他计较什么呀？张路正也是老师的门生，我要问问老师去。哎，陛下如果知道殿下再来私会卢尚书，所以才走后门啊？太失礼了呀！是哪门子礼啊？老师家里又没有女眷。哎哎，哎，这是什么人啊？是御史中丞大人家的女公子，来帮大人晒书。女公子？非礼勿视。那殿下呢？出来打死你啊！
站住！胭脂，又花了吗？利弊端直，楚璧连方，妾乱投粗服，不敢面君王。奉上陛下不识其长，记得令尊不大会说官话，入室你倒是比他适合。殿下，这是在夸赞妾吗？你的脸皮也比令尊适合。妾先告退了。哎，别走啊，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不越雷池。今天开榜，怎不去看你哥哥？他不让妾去。为什么？这画是你画的吗？
这么美的江山，我真想亲眼看看。就算是殿下，也会这么想吗？因为是殿下，才会这么想吗？我真的很羡慕你，我去过最远的地方，就是春明门外的行宫。妾在离开的时候，也感到很遗憾。但是家父告诉妾，年深日久，地厚天高，若是有缘，终有再见之日。殿下也是一样，只要怀着这份心愿，以后一定可以见到的。可待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，还是可以期待？是哪一样，我说了不算。殿下，要看你是不是一起去啊。殿下。啊？夫人她取水去了。明日午后我会去大相国寺，师母总不会到那儿去取水吧？啊？去的路你认得吧？还有一桩事，一样的画，也帮我画一幅吧。我要双鹤。夫人，晒成这样啊。夫人，书先这样吧，先把判驳解了。是。要什么要啊，人都走远了。哎，还去问陆尚书吗？不用了，不是他还会有谁呢？就是。哎，这个不行。这个衣服不是已经穿好了吗？那你也用不着着急啊。等等，这披风谁的？要你管，这是我的。这个熏香咱们家没用过，说到底是谁的？哥哥鼻子都塞住了，还能闻得出什么来？好香，这个味道是姐姐身上的味道，这个衣服就是姐姐的。说好话也不准吃糖。还有上回那块手帕，那也是我的。哥哥除了念书都知道什么？你有这能耐就别让别人推到水里去啊。我说哥哥是傻瓜，哥哥是傻瓜。谁是傻瓜？傻瓜，傻瓜。
左边的眉毛是不是比右边淡了一些？没有的，一样的。遮着多可惜，难得姑娘今天画得这么好看。难得什么的，就不用说了吧。哦，殿下，今天有演讲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我来。就这样，还想。清明当日，我要跟随陛下前往离宫，所以先来供奉。近朱有节，心得自在。看施主面色，比观礼之前好多了。可得解脱处为山水间与神佛前，这话还是先皇后来此地礼佛的时候说的。殿下，你现在胆子怎么这么大？才几年不见，你就敢无所不为？那是什么身份的贵人？你不知道也就罢了，知道了，居然还敢背着父兄私会。听哥哥的话，快回家去吧，以后不要同那位贵人见面了。为什么？张建生的话你也别放在心上，那位贵人与你没有缘分。
哥哥知道什么？哥哥说了也不算。我说了是不算，可是爹爹这么说这么做，总不会害你吧？还有一桩事，一样的画，也帮我画一幅吧。我要双鹤。阿西，那位贵人与你没有缘分。可是御史中丞的宝卷，正是。你们是？拦下来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，胆敢在天子脚下阻拦官员家眷？小人没有看错，果然是王妃的娘家。什么王妃？王妃千金之体，不宜远行，请速速归宅静候。大胆！家父乃御史中丞，我的家人岂是你们能够开玩笑的？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！小人怎敢拿此事开玩笑？天子口谕，以御史中丞长女陆氏为齐王侧妃，旨意已下达礼部，请王妃归宅，等待别旨下达。哥哥，王妃，这是街上，不宜抛头露面。别怕，有哥哥在。照顾好小姐。是，哥哥想办法，我这就去。这，男人最好。这姑娘就算不许赔给齐王，也不会许给他的。为什么？
你不在家闭门醒过。爹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朕自有朕的考量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你来也是为了他吧？殿下当然不会为了他。是，我就是为了他来的。他女儿到底做了什么？陛下的态度怎么会这么坚决啊？看样子是没用了，不会答应的。冯安，嗯，有个人，你马上去找一下。哪张嘴喊出来的王妃？给我打！王妃，王妃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哎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爹爹，我不能见他。我当然是来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人要跟我分丈夫。王妃，王妃到这儿来，大王知道吗？大王知不知道又能怎么样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给我滚！下官陆英参见。陆英，你想往上爬就拿女儿当垫脚，拆散人家好夫妻，你还有读书人的样吗？怪不得人说世风日下，礼崩乐坏。王妃请慎言。御史忠诚，你扶去参我去。你女儿呢？把她给我叫出来。既然要嫁到我们家里来，难得躲着一世不跟我见面吗？王妃请自重。你敢拦我？王妃，王妃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嘉义伯，只有你是好人，他们上上下下都把我当傻子，只怕那个新人抬进去了，都不知会我这个救人一生，怎么办啊？是是是，王妃确实受委屈了。可是王妃，你到这儿来有什么用啊？等礼部下了叠纸，这一切可就覆水难收了啊。礼部，嗯，跟我走。欺负我姐姐的吗？
文静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姐姐告诉我的。哦。她还好吗？姐姐不好。文静，不得无礼。如此无知，望殿下恕罪。殿下，不碍事的。令姐，令妹，让她受惊了。我想，舍妹感念殿下之恩，只不过她已经离开了。离开？去哪里了？家父的安排，臣也不知道。殿下，殿下既然已经下顾，便请屈尊。我想求的是相濡以沫的夫人，我也答应忠诚，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保护他。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。阁下，不用理由就会相信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，阁下难道没有吗？我还真没有，我也有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明早要前往行宫，今晚殿下要在宫内戎装侍驾，陛下要殿下立刻回宫。殿下是国家之君，也是国家之臣，殿下应该比臣更明白，殿下应该竭力保护的人里，小女不该居先。殿下的诚意臣从未质疑，也代小女感谢殿下错爱，但是诚惶诚恐，臣已将小女许嫁故人之子了，她此去就是为了完婚的。是什么人？陆忠诚能告诉我吗？如果殿下是以主君的名义下旨，臣当然可以说，但是殿下如果把臣看成是他的父亲，还请容臣缄口。殿下，宫门就要关了，请殿下速速回宫，这是圣旨。小女蒲柳若稚，毫无可取之长，还请殿下以国事为重，以自身为重，不要再为此介怀。陆忠诚有句话说出来大概不合适，但在离别之际我还是想说，令爱就像那片山水，虽然我从未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它会有多美。陆忠诚却不知道我有多羡慕将来可以亲眼看见他的那个人。
可待的意思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请你再等等我。有的人即使就在眼前，你还是会思念的吧。可待是可待追忆还是可以期待，要看你跟不跟我一起去啊。希儿，喜欢殿下吗？爹爹跟你一样也喜欢殿下。侍卫素餐者在年少都已经腐烂糟朽了，可是他不同，干净和青春的人让他能守住他的位置，这就是朝廷可待的希望啊。可是朝廷远比你所知的肮脏，维持洁净的代价也比你想象的巨大。你嫁给了殿下，爹爹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都会变成裙带纤细的党争。为了殿下，他们会攻击我；为了我，他们也会攻击殿下。现在是爹爹，将来就是你哥哥。你嫁给了殿下，你哥哥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只会沦为他们攻击的把柄。不仅仅是殿下，要让干净和青春的人都能够守住他们的位置，这才是国家可待的希望啊。为他们抵清道路，这是父辈的责任。
只投一次。去年朕跟太子说要多努力，明安啊，看来今日确实是有些意思了。朕昨天就说了，这是给你们预备的赏赐，能者得之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心意啊。啊，陛下赐什么，臣就要什么。哼哼，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，还得看太子肯不肯让你啊。殿下是谁？陛下，恩赐臣不想要，但如果臣赢了，臣可否向陛下求一个恩典？请。李刺史真回来了？是。他没回部里，直接去了行宫吗？是，家父让小女将此事告知卢尚书。嗯，老夫知道了。你父亲这个脾气啊，还是这么固执。倘若不是李刺史回来，老夫还真不知道殿下跟你之间的事情。
老夫要你亲自去，亲手交给悟主。我担心悟主失此一针，会抱憾终天。可待的意思，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，请你再等等我。什么人？陆姑娘，你不是已经离京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和陆忠诚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妾是去帮夫人收拾行装的。姑娘知不知道卢尚书在哪儿？他一早就不在府中，妾也不知道。那姑娘来这是为了？臣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爹爹。早上爹爹问臣，到底是在想什么？臣真的能说吗？爹爹又真的想听吗？大哥和玉带的事，如果堂而皇之的登上了邸报，在陈宫面前，臣还要怎么来当这个储君？臣很惶恐。爹爹想诛的是臣这颗心吗？李刺史来带走天长卫，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为了节制武德侯吧。武德侯是臣的亲舅舅，如果这件事情堂而皇之的登上了邸报，在明堂之上，臣又要怎么来当这个天子的储君？臣很害怕，爹爹想诛的是臣这颗心吗？那个姑娘，臣真的很喜欢她，因为她，臣第一次觉得能当这个太子真好。如果不是这个身份，臣怎么会遇得上他？臣怎么会配得上他？臣本来以为，就算陆忠诚和李刺史是故旧，只要臣诚心，只要臣努力，爹爹万一就怜悯了臣呢？如果是那样，臣就算折断手臂，也一样会拿起弓，跟大哥争到底。可是臣没有想到，李刺史来是为了天长卫，陛下不会再恩怨，而他也不敢跟臣再有半分瓜葛。臣不想再奢求，为了保全那个姑娘，臣也不敢再奢求，为了保全自己，臣
一夜都没有睡着，真很惭愧。爹爹想诛的是臣这颗心吗？其实这些都不要紧，臣心里一直想你，是臣在爹爹的心里到底算什么？周叔令也好，寇和卫也好，我们分开后我会去引开他们。姑娘，请务必设法进入行宫，将这份供状交给李刺史，李刺史会听你的话，殿下的安危就拜托姑娘了。如果我脱不开身，还请姑娘回来后务必将结果报示令尊。名册都交上去了。是，李刺史在殿外，陛下。你跟他说，朕就不见他了。他明天不用回京，在这里把后事处理好。是。派人告诉彭恩，明天好好考试。是。把太子叫来。臣遵旨。讲，简直无法无天。然而知道了，别说你，连令尊都要获罪。小女在宫里头自称小人。是，小人听说刺史在这里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。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小人说自己是邓华宫的内人。奉齐王妃之命来办差，他们查了衙牌，就没有多盘问。你这胆子，怪不得令尊把你交给了我。你这是行头从哪儿弄来的？居然还有衙牌！殿下，那身衣服……你先保管，日后到了宫里。再还给我。我要回营里，你给我出宫门。是。怎么了，小女？小人要回去。嗯，小人有一件东西，刚刚好像落在寝殿外了。什么东西？丢了就丢了，先走。是绝对不能丢的东西。此事请先行，小女已经认得路了，找到之后马上就回来。不分轻重缓急，你和令尊的脾气怎么就都？比宫门前，找到找不到，都得出宫。是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刚刚捡到的。脏，快扔了吧。请殿下留下。回去之后再看吧。你的，殿下，咱不要这东西。谁要你的东西？殿下，殿下，
在这宫里真太整顿了，为了妖宠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、啊。东门河下药。离宫门前，找到找不到，都得出宫。等一下，别关门！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小人是登华宫的内人，现在必须要回宫复产。登华宫的？是。进宫多久了？不久。我说呢，宫门关了，殿下都见不了皇后一面，登华宫的内人算什么？小人真的有要事。天大的事，也要等明天开了宫门再说。回吧。这里是什么人？请卢尚书让路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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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老臣行将去国，深受国恩，无以为报。行前，请陛下许臣再进一言。瑞始四年六月七日，先帝召臣入宫，手指时年五岁太子殿下对臣言：“请你来教我家子弟，望你尽心竭力成就他做忠孝仁义、堂堂正正之君子。”当日，臣饮下太子殿下奉的茶，而后臣无一日敢忘却先帝对臣的重托期许。楚父五岁楚歌，敏明自律，至今已是五载五千余日，雪雨风霜，演讲臣上告病告假数回，而楚父从无一日缺席。至此，臣不敢自诩为人师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有所为不易，有不为易难。陛下今日选择，关系非止今日，非仅一人。君子得风，小人得草。圣天子今日保护者，天下读书人。待天子布王封德化于海内，时时与内成亲，天下太平。是老有养，幼有事，父母慈，子女孝，君王俭，臣子恭，是我朝恩德，传承百世，是我朝臣民万代感恩。老师，不要，不要再说了！望圣天子，臣以此为念，今日此地之决断，为臣民之法誓，
万世之典范。今日之事是臣主事，放我出去！臣罪同秋山，万死莫辞。臣故不敢戴罪于圣天子构下，但请圣天子明察秋毫之末。万方有罪，只在陈宫一人。太子殿下，希儿，卢叔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全部都回不了家了，怎么办？夫人，全部都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希儿。这是造反，他要带走钦犯。钦犯，阁下请留步。张衙内到此，只是来凑个热闹，还请阁下不要见怪。凑什么热闹？下官虽不知阁下是何人，但如果没有旨意，我不怎敢乱发。是圣旨。陛下是想让臣用陆营全家来换恩师的清明吗？
朕只是把给你老师盖棺定论的权利交到你手上而已。跟朕顶嘴容易，朕让你坐在这儿，让你选择，有这么难吗？什么事？殿下，先别下车，有一个消息啊，赶快带走。臣路不进，想求见太子殿下。嗯。萌萌，在。不要声张，你们都先退下。是。好像是个女子。退下。殿下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臣等了殿下一下午，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殿下。什么事啊？有件东西，臣答应过殿下，想当面呈交给殿下。臣。能够见殿下一面吗？
夫人，这个事不是很好的意思吗？嘉义伯为何那样闹啊？翠花，当什么真？臣初次见殿下时，问过殿下。阁下，不用理由就会相信，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，阁下难道没有吗？还真没有。因为阁下既有理由，也有力量，不是吗？殿下许诺臣的，臣现在还能奢望吗？可享芳名，可垂千古。只是师母嘱咐的事情，我办不到了，这都是我的罪过。是臣无知，是臣无知。请殿下恕罪，臣明白了。殿下，他走了。他是无知和无耻的，是我。没有私情，你的选择难道说没有夹杂着对卢世瑜的私情吗？为了这份私情，一样可以放弃你口口声声说的功理，
朕就不明白了，你是出于什么立场在朕的面前叫嚣？迄今为止，你的所有都是朕赐予的。你如果自己有这个能力，为何还来找朕？连这个都做不到，你想保护谁？你能保护谁？朕把这个当成是你给朕的保证。录音之事，如果让朕知道你再出尔反尔的插手，朕明确告诉你，到最后哪一样你都得不到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小人报本宫宫人陈氏。东府的人来我这儿干什么？这东西你又是从哪儿得到的？是小人主上交给小人的，小人来也是代小人主上传几句话。小人主上请大王转告中书令，让他放一个人。他想从警救人，自己去救就好了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小人主上再三吩咐不能叫外人知道，是他的意思，请大王一定为他办妥当。不然呢？不论是没办成还是漏了风声，不管他离京在京，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三司重开冠礼一案的。
裴四叔说的对，我根本就不应该去的。去都去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兰根，我不是早就还给你了吗？你要还给我，你把爹爹还给我，你还我哥哥，你把我的妻儿还给我。咱们先回家。你让我等，我想起了。你是怎么找过来的？我说过，不能让你就这样走。也该回来了吧？大人，东府那边也没有见人。更衣，我去刑部看看。李四叔要去刑部做什么？中书令。你要找的人，老夫亲自给你送来。把人送到李刺史那里去了。送去就好。你不能进！你让我进去！看不到就到处乱跑，还不回去！武大王，你让我进去！武大王，你放开我！大人，就是这个女子。武大王，你放开我！武大王，武大王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放我进去！这是我府上的工人，神志不清久了，跑来给江尚书添麻烦了。我不是，最后一面，且不想在刑场上见。住口！你想拖累死我吗？吴大王亲自找一个工人。不瞒尚书，虽然神志不清，可确实是我心爱之人。可吴大王，姐姐，别动。吴大王府上的工人跑到刑部门前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钦犯，荒唐，确实荒唐。可是。
这世上的荒唐之事又何止一种？殿下，露面就不必了，此人我认得，她是陆英长女。殿下，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事，看住了她，找不到她，你是同罪。殿下，恭送殿下。我是不会走的。所以，我放心。旨意是斩义军，或者是后天，或者就是明天，一点回魂的余地都没有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魂音，冯恩，我要娶太子妃。你是来请罪的？朕说过，你也答应过朕，不会插手这次的事情。不，臣是来求赐婚的。赐婚？你想选太子妃？是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朕该说你愚蠢还是天真呢？殿下，您还不死心？事到如今，陛下怎么还不同意？我会让陛下同意的。给朕足够的理由。你为臣爱慕他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你会？对，我没有见过他，但我爱慕他。冯恩，你下去。如果他来了，拦住他，别让他看到。是。
你上哪儿去？已经不用去了。 这又是闹哪出啊，陛下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罚我。恭喜殿下，小人回宫复命。我已经尽力了。 殿下，臣女虽浅陋，定会和臣一样尽心竭力辅佐殿下。你是来请罪的？朕说过，你也答应过朕，不会插手这次的事情。 你明白什么？抱歉，我无力，也无心。是臣无知，臣明白了，从此下狼。 是路人，姐姐，我撑不起来了。
署长预算，他们都会参加。还有就是，过来，低头。殿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上车吧。姐姐回来，就是找这件东西吗？这东西，你怎么会有？小人曾经对一位大人许诺过，要把它交还给主人。现在能够办到了。其实那一天，小人心里头大概也是想着，如果万一能够再见一面，再说一句话，才一定要回去的。谁要你的东西？殿下，等一下，别关门！回去告诉令尊，事已无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都是。吩咐的话，按内府的规制都托表好了。殿下要过一下目吗？不用了，收起来吧。那这话放在哪儿？不要太近，不要让我看到。也不要太远，不要让我忘掉。请殿下不要这样称呼小人，小人姓顾。顾，内人吗？小人是。顾内人，你见过太子殿下吗？是。顾内人不要笑话我，顾内人知道太子殿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抱歉，我无力也无心。殿下要迎娶的是刑部尚书的长女公子。皇太子妃拜。皇太子拜。太子和锦礼上，太子和太子妃谁应当跪拜谁？太子为君，
太子妃为臣，太子妃当拜太子殿下。到了明天你自己看吧。殿下，太子妃殿下是与殿下嫡体的嫡妻，请殿下双膝触地，还拜太子妃殿下。同牢何景。陆中丞有句话说出来大概不合适，但在离别之际我还是想说，恋爱就像那片山水，虽然我从未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它会有多美。陆中丞却不知道我有多羡慕将来可以亲眼看见他的那个人。可待的意思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请你再等等我。请太子殿下及太子妃殿下结发。
顾内人，大胆，殿下，退下去。 殿下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人生得好看，说话的声音也好听。可解脱处为神佛前与山水间，他能写一笔好字。 很有才华，又细心，又体贴。他告诉妾，殿下是妾的丈夫，也是妾的君王。殿下一定会保护好妾的，妾不怕。有殿下在，妾什么都不怕。
那些话是你告诉太子妃的吗？是小人。本宫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小人不知道。那你就敢？但小人也一样是女子。一个女子想要的丈夫是什么样子？小人只是这样回答了太子妃殿下。我们在哪里见过？你的声音还有……在行宫，小人曾经冲撞过殿下。有这么回事？是。小人深感殿下恩典。你是太子妃的女使，叫什么？小人，宫人顾氏。顾内人，之前一直没有好好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可能已经做错事情了。殿下洪福，小人不敢拒斥尊公。你说的对，他……满堂兮，美人。忽独与于兮，沐橙。顾内人，殿下，小人也不懂。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下朝了，过来看看你。顾内人，刚才殿下说的话，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小人也不是很清楚，也许是少司命里的句子，意思是说。屋子里有这么多好看的人，可我的眼睛里只看到了你。
顾内人，你带我去吧。妾还是不敢。害怕？害怕什么？小人。你在害怕本宫啊？真是吓坏我了，顾内人不是说不会骑马吗？这不骑得挺好。是啊，宛若那灵虚御风，也多亏我的马。顾，小人在宫里打过几次马球。想打球，这马还得训。我们先回去吧。顾内人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刚刚跟张剑生一道干什么去了？小人不能说。钱给了他了？这宫里你不上报，自然有人上报。有几个事情要问你，来，这事你劝过太子妃，为什么？小人略知朝廷制度，44买贩马都是重罪，小人担心张建生这么做会损害殿下的名誉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小人的主人是太子妃殿下。小人越过太子妃殿下禀告，是逾矩，也是叛主。这样的人，殿下会相信吗？你说的没错。可是我不相信你，不是因为这种事。我问过张尚书。在陆中丞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没有收到我的信，而这东西倒是在你那里找到了。殿下，这是在你房里搜到的，你给扣下来了，没有交给他，为什么？小人。因为
工人对马对马正这么熟悉，还想要加害陆仲成。陆仲成，小人绝不会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说话不要紧，想谋害陆忠诚我不会容你。殿下，小人把太子妃交给你这种人，我怎么敢放心。王长氏，殿下遣他回宫，交给江上公处置吧。殿下。是。杜十郎，这边请。陈内人呢？还没有起身。怪事，他从来都没有失过时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只是用墨把纸涂黑，糊到他的窗子上。还赶走了几只黄鹂。这样就有用？小人不是已经在殿下面前了吗？对于你接下来的说辞，我还真的有点好奇。过了一晚上，想出来了吗？小人没有把殿下的手信交给张尚书，不是要害陆忠诚，也不是殿下说的那个缘故。难道还有第三条路？是。小人只是觉得陆忠诚已经无碍，所以殿下的手信就不舍得交出去了。给我理由。殿下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殿下，就是理由。那天在行宫也是一样，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我还以为只有今天跟我对手的那位才会让你们这么说呢。所以小人不想离开。留下你能够给我什么？小人愿为殿下差遣，小人对马氏和马正都非常熟悉，接下来的事情
一定可以帮到殿下的。那就不好办了，我要怎么答应，又要怎么拒绝呢？除了那些，你自己呢？殿下，一个女孩子，自爱一点，没有觉悟，就不要说这样的话。小人不会对殿下有用的，就算有百患，而仅一利，殿下不愿冒这个险吗？你知道，我坐上这个位置。从小饱腹的教训吗？一天，再多留小人一天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抱歉，我不觉得你有一天的价值。你下去吧，我来就好了。太子妃殿下在等着殿下一道进宫。殿下，回去吧。殿下，别跪着了，回去吧。顾内人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他是不会出来的，殿下又是何苦呢？顾内人，我不是聪明之人，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。走吧。
殿下，陛下旨意，殿下不许擅离东宫。你回豹纹宫，取点水过来。殿下，陛下旨意，请不要让臣为难。殿下，陛下旨意，殿下不从，休怪臣的无礼。拔刀吧，刀出鞘还没有拦住我，就不算你们失职。 住手！上回说说而已，我们还当真的吗？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这是内宫。殿下，切无知，给殿下闯了大祸。哪儿学来的这套东西啊？好的不学。臣妾不配在这个位置上。 请殿下费几劲。来，不要说话。我们先回家。 妾的弟弟对殿下犯了大罪。你既然嫁给我，就是我萧家父，是我的人。你父兄的权势也好，罪行也好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可是妾一点忙都帮不上殿下。不，你能帮我，一直这么陪着我就可以了。 婚礼的时候，陛下不让我带你去懿德宫，可是我很想让你去看一看我母亲梳妆的地方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母亲是这个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她母仪天下的风度，根本就不需要皇后的身份来支撑。 深宫外有归雁来鸿，深宫内有暮鼓晨钟，数不清有多少个清晨，清晨和黄昏，我站在他的身后，看着他像天鹅一样环首。天上和曲下没见那无人欣赏的花店，他那么美丽。 可是他等的人却一直没来。岁月因为无望而变得无比坚硬，人因为无望而变得渐渐虚弱。君如玉玉似君，需要爱护，摩挲。 如果一直放置，结果就只有失色。从那个时候，不，从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想好了，我未来的夫人，她梳妆时，我会瞩目。 痛苦时，不愿意等待时，我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。妾真是殿下最幸运的女人。殿下放心，妾会一直陪在殿下身边。 我们也会一直陪着殿下。
我们。不肯陪我骑马，也是因为这个孩子我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能要。殿下为什么？殿下为什么？一个女孩子还是在宫里这么蹲着成何体统？你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会有一点安全的错觉。让你走不走，听说还给我惹了一身麻烦。都是小人的疏忽，小人应该从头到尾都看着张建生的。遇到这样的白痴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一天过去了，你想到什么新的说辞了吗？我倒是抽空想过留下你，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。今天晚上就算了，明天早上有的。照顾好太子妃。这么小，对吧？这么小，让人担心和害怕。昨天我做了让你担忧的事，也说了
让你伤心的话，对不起。殿下肯定有殿下的理由。一直我也不知道别的人家父亲和孩子都是怎么相处的，更何况我的身份和别人家的儿子还有一些不一样，所以我也能够明白陛下为何对我过分严苛。可就算这样，也还是会有愿望，还是会有委屈，也还是会害怕这个孩子和我最后会变成我和陛下那样。现在还没有人知道，妾全都听殿下的。我到昨天晚上才知道，不管过去有怎样的愿望，有怎样的委屈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殿下，你说也许就算是我做的不对，我们的孩子也是会体谅我的，对吗？不过殿下放心，我们的孩子一定是天下最幸运的孩子。以后他懂事了，昨天的事情一定要瞒着他，要告诉他，他的父亲从头至尾一直都很期待他。累了吧？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不要再装了，我答应你，等到这个案子结了之后，再说你去留的问题。这马进了窝了，你就不能再推了。这个这么麻烦，妾搞不懂。顾内人，你来替我吧。殿下，打马是博戏，朝廷明令禁止的。顾御史，你也上书参我去啊。
这个时候重新给马编什么号啊？这事儿寻常吗？不寻常。殿下，京中什么都没有查出来吗？还差两位，我去请旨了。恐怕齐王现在在监军，陛下不想让他卷进来的话，未必会恩准。人也没有找到，而且张建生跟人家签的契约还是个铁证据。现在怎么办呢？不好办，但也不是全没办法。贩卖十匹贩马也是重罪，可他们为什么非要替成战马呢？我也想过，想必早捏着杀手锏，不然为什么会向我自曝其……哎，你这什么时候？殿下说话的时候，小人绕过去的。居然后院失火！对不住殿下。趁殿下不注意，小人越过了函谷关，先往上圣局去了。打马是博戏，朝廷明令禁止的，你怎么学会的？宫里无聊，谁又不会玩这个呢？去叫游民过来。去。他这是生气了吗？他心里不痛快，你怎么就不让着他点？嘉义伯不在，让顾内人陪殿下去吧。怎么？他和殿下更说得来。不是那样的，他……殿下主意他，妾不会介意的。没有关系。念旨不是那样的。顾内人，多谢你。殿下，为什么不先等游指挥的消息，再让陆忠诚决定怎么说呢？先查出来，陆忠诚的供词，还有谁会相信呢？顾内人的父兄还在吧？顾内人的父亲，待你还好吗？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。顾内人不想见到他们吗？想的。我也想见到我的父亲，可是我又害怕见到他。殿下，如果明天游指挥真的什么都没有查到，那陛下……我不是怕这个，我是怕又会让他失望。那神情，那语气，那每一句话，我真的非常害怕。太子啊，你让朕再相信你一次。
朕对你真是失望。可殿下还是要这么做。 要这么做，已经不能让生者满意，更不能让逝者不安。鲁尚书，殿下为什么会跟小人说这些？这些话不能告诉太子妃。 夫君这么软弱，他会忧心的。可你，我们说好了，也许明日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去了吧。所以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也什么都没有听过吧。 殿下，明天带小人一起去，可以吗？你也想看我的热闹吗？不是，因为小人曾经……我说过，女孩子说这种话不好，是假话。殿下，就当成真话来听。 在场诸公，昨天也有在的，情形本宫就不再多说了。本宫没有约束好自己的臣下，惹出纰漏，我会向天子请罪，但先在这里向诸位致歉。 有些事情，诸位还不知道。前次京畿道府收缴的张少云所贩卖的军马，经辨识，马齿有5岁以下的。殿下，5年前番马就已经不能进京卫了，那这军马……皇上书稍安，这不是把前茶马御史。
你先回宫去。殿下。让太医正过来给太子妃看看。是。还有，你再敢在太子妃面前多嘴的话，我真的会送你回去。殿下，小人没有。别顶嘴，就带你去了，除了你还会有谁？这时候就知道循规蹈矩了吗？哦。找到了吗？没有找到，但在书房找到了这个。这是香吗？这香不是给他调的吗？谁给他调的？还真是啊。殿下，和朕说说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谁喜欢他呀？跟你一同长大的亲表哥。你还装什么装？要放多久啊？自然是越久越好。这梅花香自苦寒，来。香自你身上来，我答应过陛下，此生不会再和他有半分瓜葛。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打开看看。哎，不要开。这香还没到时候，我那里有御赐的帐中香，陈大人。去，给太子妃拿过来。不用了，臣妾现在熏什么香都头晕。顾内人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太子妃殿下已经睡了。好。最晚就是秋决，殿下还能够瞒多久？你是在质问我吗？小人不敢，毕竟殿下是君王。有些情分，不舍弃不行吧？这话听着，怎么不像好话？是好话，只是小人没有说好。这个收起来。这什么？小人从小就守本。
瞒着我什么？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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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。去叫太医。是。燕之，燕之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殿下，血！叫太医正。